后面进来的朋友啊，我们是悠然组合，然后我们就是最近都会一直在东区地下街表演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或是想关注我们的，都我们下面都有 Instagram， 然后你们可以关注我们，知道我们近况或是下一次表演的时间。对，然后下一首要表演的是李荣浩的《戒烟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吃饭我结账，保持优良习惯。你说最近过得还算幸福美满，喝了几杯唱了几段，你却哭了，想去安慰却不知什么立场。听你说话，看你哭湿头发，我得到了惩罚。戒了烟，我不习惯，没有你我怎么办？三年零一个礼拜，才学会怎么忍耐。你给过我的伤害，没有一句责怪。戒了烟，染上悲伤，我也不想。你说最近过得还算幸福美满，喝了几杯唱了几段，你却哭了，想去安慰却不知什么立场。听你说话，看你哭湿头发，我得到了惩罚。戒了烟，我不习惯，没有你我怎么办？三年零一个礼拜，才学会怎么忍耐。你给过我的伤害，是没有一句责怪。戒了烟，染上悲伤，我也不想，我也不想，谁也不想。才学会怎么忍耐。你给过我的伤害，是没有一句责怪。戒了烟，染上悲伤，我也不想。